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剑会的一个暴力对决，观战方式曲阜孔庙，对面是熊狸团队啊。这再俩团队，哎，今天对面选择了开场就点啊，以往熊狸都不点的啊，开场先亲宝宝。今天开场就点啊，双方现在就是一到剑会就碰上啊，一到剑会就碰上。最起码是在剑会这个层面，曲阜跟熊狸的胜率基本现在就是个二八开吧，啊，是熊狸八，曲阜二，哎，观战方这边直接卡了一个五龙丹防了一把，九黎神开场被点杀的一个概率比较高啊。那这一把精髓的小死亡解掉以后呢，九黎神最起码在后续的六个回合啊，输出肆无忌惮。压倒地估计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啊，直接压倒地。观战方有一把大克啊，对面还是鸟阵，鸟阵被大克，在输出方面会稍微吃点亏啊。不过对面这砍过来怎么这么疼啊？大哥，你是被大克的呀？现在啊，网上流传着一句话啊，就是能赢曲阜的，就主要的输出啊，就是剑会的兄弟啊，还那前提啊，剑会啊，剑会。你正规赛有特性药，笑里藏刀。打飞三个啊，看看有了这把大克，曲阜这边能不能一雪前耻啊。再扔一把放下，拉起九黎倒是不耽误输出，再一把。观战方这带了两个放下呀，观战方也在装备上做了一些调整啊，一般情况下他就带一个放下啊，今天带了两个放下。化身死一把放下屠刀，武装冠一把放下屠刀，因为一般打 PK 对手，也就一个物理系吧，两个物理系的都很少啊，175的 PK 两个物理系的都很少，哪怕就是两个物理系带一个放下也够用啊，只不过是跟三公队打起来的话节奏比较快，你如果慢慢的去扔放下啊，这节奏就慢了啊，所以观众朋友选择携带两个放下啊，他装备来回调了，再加上剑会碰到三公队啊，就熊狸的三公是很有特点，他不带凌波城嘛，有九黎和利普图啊，两个新物理 啊，他又不带凌波城，就跟其他的三公队是有区别的啊，就一看到这剑会是可以提前知道阵容的啊。不知道对手的名字是什么，但是可以提前知道阵容啊，一看这阵容不用想，那就熊狸不用猜啊，俩放下带起来非得赢他一把。就是对标伤害啊，212你没有地府嘛，所以你做不到一直把一个人压制住啊，只能是双方对标伤害了，观战方依靠自己双风系不断的去控制，这样让自己两个输出去打对面，三个输出啊也不至于太吃亏。当然啊，观战方这边是对面人家鸟头位啊，九黎城的速度要比观战方的九黎城是快很多的啊，观战方九黎城全场七速，对面九黎城全场四速，快很多，甚至比观战方的武装怪速度都要快。赶紧再控一个，没用技能拉啊，人家直接来了一把药拉，比较保险，你用技能拉可能出不了手了，小细节。化身四先把人心往上叠叠，打飞两个，打死一个，能不能差点丢啊？
解开普陀山，两颗五行珠加上魔镜起飞5700，4400。好家伙，真的是啊，大哥你是鸟这没大个的呀。加完怒号就把孩子换了，虚弥秒过来，武装冠法防带的比较高，风卷残云再来一把，163扛住，拉起地府，直接喝酒金青。这回用技能拉了，琢磨不透啊，琢磨不透，都是小细节啊。打飞三个宝鸡，2000多，直接把关南方女儿村也给带走了。163没怎么触发啊，直接给带走了。再一波再守着对面的利普陀，这样对面卡不上三级药。哎，他利普陀呢就没法打面伤，哪怕有强拉他没这个三级药也没法去起飞，嗯，除非是他自己的宝宝强拉了，自己宝宝强拉也需要一个预判呢，一把金青，他2400，找个宝宝对面直接开无剑啊，因为利普陀他是属于一个配速宝宝，强拉的话好像也不太现实啊。继续守着关南方九黎城，开了无间地狱以后，关南方九黎城你就没法强拉了呀，所以关南方九黎城出不了手啊，只能下个回合再说了。亏了一回合，日月乾坤再套对面狮驼，没套中，自己的宝宝拉起九黎，狮驼选择换宝宝。哎，武装冠是套的对面的狮驼岭吗？我感觉不是吧。啊，武装冠套的这利普陀啊，就预判的套了一下利普陀。我就说你套狮驼有什么意义啊，狮驼他本身这回合休息啊。啊，套的是利普陀，下滑到了狮驼岭身上。关南方这边还吃了一个法系没速度的亏吗？你法系没速度的话，你是后置位出手，无间地狱对对面的压迫感就没有，因为人家已经出过手了啊。无间地狱倒地，下回合一吸也不耽误下回合出手，但关南方九黎城不行啊，关南方九黎城被对面压倒了以后，你是真出不了手啊。有无间地狱转圈圈，除非归宿拉，哎，归宿拉可以。再亲孩子啊，三红镜面没有冲着孩子来用，神木林也没了，你看这神木林你就出不了手啊，你速度慢吗？但是你神木林去秒死对面的时候，对面已经出过手，这么一来一回差别是有点大的啊。一把破血神药剑影连心继续飘，163，哎呦，这个暴击几率啊，怎么现在熊迪拿捏曲阜这么容易吗？慈心洗澡，手抓送给关南方女儿村，女儿也没抢到一速啊，女儿没有抢到一速的情况下也是变得慢珠沙华卡，还是没有对面地府速度快。
你没法死好了。简易连心带走1700，大宝宝身疼，也是要拉起什么灵，又秒了一口，哎，秒了化身3000。化身一倒地，比赛可就没了呀。我看这个化身四身上14回合的一个大锁啊，一倒地是真救不起了。14回合再加上倒地还会增加2回合，赶紧把对面虚弥清一清，磁心再吸走。这吸完了，这23回合了啊，23回合的一个大锁王化身四真倒地就站不起来了，这养护都没法换了。23回合再加倒地的2回合，养护就25回合，养护484，得换6个养护，得换6个养护，对，6个养护还得再等一个回合能拉起来。这观战方现在的人物单位啊，6个养护是不现实的，也是不可能的。这一波无间把关灯皇直接送回家了，结束了呀，啊，结束了。